暌违两年的歌手周慧加盟新东家，推出全新专辑《我看到的世界》。新专辑封面一曝光，便引来大家热烈讨论，同时也爆出整形一说。10月11日，周慧在专辑发布会上反驳，是新的化妆团队让她变美，自己也尝试了以往未尝试过的双眼皮贴，让眼睛看起来变大很多，而非大家所说的整形，更表示，所以我想连家人都麻痹的情况之下，我当然可以更淡定的去看待这件事。对，由于我这种也没有花边也没有丑闻的人呢，只能够在脸上做文章，那 OK 啦 OK。出道14年，历经合约纠纷，父亲过世，周慧坦言走过了一段很黑暗的时光，感谢有新的机会让他可以再发专辑，加入新的团队。 SHE、 炎亚纶、林宥嘉、动力火车等师兄师姐也纷纷送上祝福，让他感受到了集体的温暖。大家好，我是林宥嘉，恭喜周慧姐姐加入我们华研大家庭。那我对她的印象是，就是她的很好听的嗓音，很温暖的声音，然后去唱的那些很优美的旋律。希望呢，未来的我们可以跟小师妹有一些合作啊，好不好？加油，小师妹加油，师姐们爱你哦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